嫌疑人背景大家都知道啊，小心点。哎，有发现！有发现！哎，先别动，还是小心点。 救了我的命，原来差点要了所有人命。这帮小子一听见棍子的名号，那立马就吓跑了。棍子，威名不减当年呐！什么当年不当年？领头那小子是老虎手下，今天跟我打过照面，那你不早说？有什么好说的？ 那警察让小流氓给揍了，说出去好听啊！警察也是人呐，想当年迎风尿三丈，现如今顺风自缢呢。那是你。嗯，廉颇老矣，不服，不行啊！刚才还劝棍子别认命呢，你怎么自个儿认命了？看他像。 河东东，定是那则巢穴，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。嗯，来，哎呀！ 哎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咱把老夏的案子接下来，你们说怎么样？行，我早就有这想法了。看见老天他们办案，我就起急。多少天了，还在那儿开会？可不是嘛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要是咱仨出马，这会儿判了，哎呦，没错。嘿，哎，背头，你怎么不吱声啊？意淫。 你们呀，意淫意淫得了啊！还把案子接过来，公安局你们家开的。我说你这人怎么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？这可是为了老夏。我也想啊，可是办案子不是谈恋爱，你光靠感情是没用的。现在谁的时代？现在是老田他们的时代，咱们仨都已经靠边站了。 退居二线了，没劲没劲，你这人啊就是太现实。那咱们做做梦还不行啊？你还是现实点好，你净做那没用的梦，那睡得都不踏实。现在到咱们这个岁数啊，你干什么事情都是心有驴而力不足。心有驴，心有余而力不开。反正是不足了。 哟，爸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嘘，小声点儿，你。没事，我就是。 骑车摔了一下，帮我脱下衣服。哎，慢点吧。哎，你妈和静怡都睡了，早睡了。静怡明天的飞机要回美国。你怎么还没睡？等你啊，那个遥控飞机啊，我研究过了，是专门航拍用的，自带高清摄像头，还录了一段视频。你看到什么了？ 你还是自己看吧。
不跑了，跑不动了。哎，啊，还能跑？哎，不跑了。你把我放了吧。 好了，就到这儿吧。干妈，这几天谢谢你，你要保重身体啊。嗯，傻孩子，你跟我客气啥呀？回去好好答辩，顺利毕业，你爸爸再添之力，你就放心了。嗯，放心吧。崔叔叔，我爸那案子有消息了吗？还在查，应该快了。 那有消息一定要通知我。嗯，放心吧，赶快进去吧。到了打个电话报个平安。我爸在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，跟我说的也是这句话。 没事，没事，静怡，你还有我们呢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啊。我没事，那我先进去了。 慢点儿，嗯，走吧，保重，拜拜。这孩子真可怜，怎么一下就成了孤儿了？哎，怎么走了？走走走。 进去。大崔，有事儿啊？我申请参与调查老夏的案子。我就猜着了，你得有这么一出。你们仨干扰专案组开会。对，不光是我，还有徐国柱、潘江海，我们仨申请加入专案组。老徐在派出所当巡警吧？潘江海在一审支队，我听说长期泡病假，作风散漫。 你在警保处管后勤，你们仨多久没在一线办过案了？你是信不过我们？说实话，还真是。都一个星期了，案子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我们仨好歹在一线干过二三十年，兴许能帮上忙。我是专案组组长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了？大崔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你们对老夏感情很深，我对老夏也很有感情。 我们当年一起搭档办过案，也是我最亲密的战友。别扯那些没用的了，你批不批吧？怎么？你命令我？老郭，你跟我打官腔这就没劲了，咱俩谁不知道谁呀？你就当是给我帮个忙，我一辈子念你好。你们仨现在在不同的岗位。 抽调过来没有先例，特事特办吗？你怎么这么教条呢？你是局长，又是专案组组长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
你们仨的岁数加起来都快超过150了，老田是专案组副组长，主要负责日常办案。你们随便打个资历都比他老，让你们进专案组，到时候听谁的？老田还怎么带队？你放心，我们只是从旁协助配合老田。你们能做到？别人我信，你们仨我可不信。老郭呀，老郭。 我可算知道你为什么能一路做到局长这个位子上。你说我怎么做到的？你是走仕途的，你讲资历，讲规矩，我是办案子的，我讲的是能力。你是管后勤的，把后勤工作搞好才是你的本职工作，办案子跟你已经没关系了。行，老郭。 这身警服我不穿了，行吧？我就算当个热心市民，朝阳群众，我也一定要亲手把这个凶手绳之于法。不跟你废话了，站住！就算是临时调动。 这不是修理机的真实物吗？听说调到925专案组了，这两个人是谁？分叉姐又重出江湖了。回头这事儿干得漂亮。 老田，开门！我说老三妹，咱能不折腾了吗？你们仨抽调到专案组，我怎么没接到通知啊？ 这不是来通知你来了吗？也好，我们正缺人手呢。你们一来，要不就……哎，别乱翻呀！我这刚整理好。怎么说话呢？客气点，小李。 这三位都是我的前辈，那也不能这样啊！崔师傅，既然这调令上说了你们是来协助专案组的工作，是吧？那正好，我们现在在嫌疑人有可能出现的活动范围进行排查，要不你们下去帮忙？这就是犯罪嫌疑人，他同伙的供述画像是画出来的。 这是什么？放一下。
停！放袋。四叔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？你甭管我是从哪儿弄来的，这个协查通报得重新发了。听听挺乖的是吧？都睡了。好。哦，我还在加班呢，你先睡，甭等我。放心吧，我带着药呢。哎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低血糖，咱这岁数了，谁没个小毛小病的呀？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早跑了。派出所排查到的只是嫌疑人半年前租的房子，出了事儿谁还在那等着？等着警察上门啊？净做这无用功。老田他们呢？我让他们回去了，我过来看看，用不用我帮忙？这仨一看就是老油子，纵使他著名的预审齐孝石也是没辙呀。崔师傅，韩师傅。徐师傅，还忙着呢。你管啊！我给三位师傅买了点夜宵。谢谢啊，还真有点饿了。嗯，嘿，孩子，你记住了，以后别买咖啡，喝不惯这玩意儿。泡点高沫比什么都强。什么是高沫呀？就是花茶，沏得艳一点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别放辣。我有痔疮，我不能吃辣。我不知道，那我重新给您换一份吧，师傅。行了，别刁难人孩子了。小吕是吧？哎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三位师傅再见。这孩子不错，挺有眼力劲儿的。你们对人客气点啊。那我吃什么？要不然你吃我这份。我这份也是辣的。哎呀，我想起咱们以前熬夜办案子的日子了。一般这时候啊，都是老夏拎一大兜子，夏天啤酒烤串，冬天烤白薯蒸玉米。哎，你们还记得老夏一进屋怎么嚷嚷的吗？干儿几个，加点缸嘞！真快，一转眼二十多年了，老夏都没了。孙子，你那儿有什么新发现？这几个啊，没串供吧？当场抓到，当场就带回来的。那个姓邱的是过了两天才抓到的，应该不会串供。仨人说的是一模一样啊，一口咬定去那儿溜冰，是这个姓邱的组的局。等冰妹这当口，警察就冲进来了，要么就是真的，要么那就是串供。姓邱的也是这么说的？对呀、啊，一进来就撂了，这么痛快。嗯，啊，刘边儿，那点量你们不都抄走了吗？充其量也就10到15天，罚款2000块钱呗。一般这种事儿就是谁跑了就赖谁头上。这个邱远强挺仗义哈，你看他像那仗义的人吗？你是说他们事先就串好了？棍子，明天一大早你去趟银行查一下这个邱远强的账户。喷子啊，就这个邱远强我觉得得重审。喷子，一会儿你可得抓点紧。提审邱元强这个事儿，我没跟老田说，他下去排查了，中午前回来，咱们可能只有一个小时。啊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告诉田队的。
北头，我说审邱远强，你上吧，我不太合适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坑姐让给我掉链子，你就是干预审的，你不审谁审？嗨，这之前不是七小时审过一道了吗？我再上，这不是啪啪的打老七的脸吗？我说你这肚子哪来那么多弯弯绕啊？你放心，没人知道这事儿。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不是都打算辞职下海了吗？你还怕什么呢？这不是还没走吗？毕竟老齐他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，我的顶头上司呀，这面得给，立身处世，人情世故嘛。那个魏涛，你就当是帮我一忙好不好？啊，你去审，我给你当后援。来，这是那耳麦，你拿着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孙子好审，你呢先跟他套近乎，然后呢让他放松，趁他松懈的时候再拿实锤炸他，等他要烟抽要水喝，一切就 OK 了。哎呦，北头，您就受累，谢谢您啊。警官，我上次不都是交代的很清楚了吗？还有什么要问的呀？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，现在向你补充询问相关情况，你要如实回答，姓名。上回说了，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，姓名。邱远强。性别。女的。你少跟我这耍混蛋，我警告你，否则没你好果子吃。警官，有什么你们就直接问吧。不都说了吗？我们不就是在一块玩玩吗？玩什么？上回说了，哈，非得让我再说一遍是吧？行，我们在一块溜冰来着，东西也被你们抄走了，那点量，也就拘留个10到15天，罚款2000块钱吧。怎么都惊动你们市局了？呵，还挺懂法嘛。我告诉你，聚众吸毒，情节严重者，最高可判3年。吓唬我？北头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先跟他套近乎。别吓唬他。怎么背头进去审了呀？啊，查到什么了？案发当天，这小子账上多了50万。背头，改变策略。你现在直接问他耗子的事儿。这小子账上多了50万，被抓那俩小子给他汇的。就在他们被抓前10分钟，事情绝不像他说的这么简单。跑了的那个叫什么名字？我就知道他叫耗子，全名不知道。名儿都不知道，怎么凑一块儿？网友，这是他网名，我们在网上认识的。你不刚才说那是他外号吗？怎么又成网名了？这网名不就是外号吗？难不成他姓耗，名字？你少跟我在这儿演戏！你账上那50万怎么回事？就在我们抓你的前10分钟。你的银行账户汇入了50万，大哥，别这个时候说呀！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这不掐着他七寸了吗？想的都蔫了。这招啊，对付一般犯罪嫌疑人管用，对这个老油条啊，那得诱他。这下坏事了。好，我交代，我全都交代。说吧，都说出来。我们啊，在一块赌博的，1分1万的。哎，我手气特别好，有一把来了4个炸弹，那钱呢是我赢来的。还不老实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警官，我们这顶多算是聚众赌博吧。邱远强，你以为你特能耐是吧？你知道这是什么案子吗？你知道耗子犯的什么事儿吗？他犯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他可不熟。
别透底，别透底，四个二都拆了，王炸千万不能出啊！嘿，你说这大背头也太笨了吧？这是警保处呆傻了吧他？哎呀！哎，背头，你干嘛你？大喷子，你知道我为了这次提审邱远强费了多大的劲吗？还有半个小时，老田就回来了。他要是知道我冒充他的名义在这儿提审邱远强，告到郭局那儿去，咱们仨都得滚出专案组。这个案子咱们仨要是破不了，老夏在地底下能闭眼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瞻前顾后？你怕得罪这个，怕得罪那个，你就不怕得罪我们俩吗？你就不怕得罪躺在地底下的老夏吗？我说怎么背头进去审，你跟这儿坐着呀？喷子，你太鸡贼了吧你！这事儿要是黄了，我跟你没完！我怎么都冲我来呀？这谁能想到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搞不定啊？废话，齐孝师都没审出个子丑寅卯来，你让我去？你不是一直嚷嚷说你比齐孝师牛吗？来一个，我瞅瞅。还有多少时间？半个小时吧，撑死了。十五分钟，我要是撬不开这孙子嘴，算我20年预审白干了。潘师傅让我出来的，哎，怎么还换人了呢？警察大哥，我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都说了，你们还想知道什么呀？没事儿，咱慢慢聊。你可甭跟我来这套，耗着我。您就是耗我一天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刀从哪里买的？什么刀？我问你，刀是从超市买的，还从家里带去的，为什么要带刀？带什么刀？我没带刀。9月25号，你和木鹏、吴寒冰，还有一个外号叫耗子的，在东风宾馆9933房间聚众吸毒，是不是？期间，警方突击检查，你跟耗子从3楼跳窗逃跑，平安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员夏春生，警号011217，在楼下对你二人进行阻截，并亮明了警察身份，你不听警告，继续逃跑。夏春生追击，将你堵截在福鼎胡同，你负隅顽抗，用弹簧刀捅进了夏春生腹部，造成了夏春生同志死亡，是不是？站住！什么？那个警察死了？杀警察？你胆量够大的！不是，不是我杀的，不是你杀的，我们怎么会把你请到这儿呢？那50万，是你杀人的报酬吧？不是，真不是。我们都掌握了所有证据，你还不承认？潘师傅，别跟他废话了，隔壁耗子全都招了，就是他干的。小李，你哪来这么多话呀？不是我，你不能冤枉我，是耗子杀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杀的。现在人证物证我们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你赖得掉吗？邱远强，你是个老油条，我就不指望能从你嘴里撬出点什么东西来。不过我得告诉你，杀人，特别是杀警察，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？
牺牲的那个是我们领导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耗子，耗子胡说八道，那警察没追我，他追的是耗子，耗子甚至还带着一公斤的货呢，他被逮着就完了。一公斤什么？我说，我都说，这个活不是我接的，我只是一个拼缝的。耗子答应给我2张。您知道，这种交易一个人干不成。哪种交易啊？大哥，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您就别装糊涂了。您还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呢吧？你叫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我看你都不是个男的吧？我告诉你小子，我们现在办案子，那是重证据轻口供。你要说，就给我说人话，要不然彻底闭嘴。大哥，你给我这烟抽吗？这孙子早干嘛去了？我们去东风宾馆是去交易，耗子身上带了一公斤冰毒，木鹏验了货，按照原本的约定，钱是打在我的账上。这时候突然警察就冲了进来，我看耗子从3楼直接跳下去了，我一害怕我也就跟着一块跳下去了，后边那个警察就开始追我俩，我们跑到分岔路口就分头跑了，当时耗子脚崴了，他跑得慢，那个警察就追耗子去了，后边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警察突然冲进来的时候，耗子抄起那一公斤冰毒就揣怀里了，他要是被逮着，那一公斤冰毒就够被枪毙的。一定是耗子狗急跳墙杀的警察，真不是我，我是被冤枉的呀。你就借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杀警察呀。耗子叫什么？他全名叫贾国勇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在虎哥的一个酒局上认识的。什么虎哥毛哥的？说全名。董虎。原来是南城一带的大哥。这个董虎参与贩毒了吗？这事跟他没关系，听说他改邪归正了。从那次认识以后，我跟耗子都是单线联系。董虎跟耗子熟吗？应该挺熟的。董虎吧，跟我玩猫腻。虎威，虎人吧？你自个儿进去吧。怎么个意思啊？董虎对我有看法，我去了，怕他反而不配合。我一人上去更没戏，我跟他不熟，好歹你跟他有交情。怎么着？你想学大喷子、掉链子、扯凳子、甩袖子？那要打起来，别怪我。嘿，谁呀？啊，敢在这儿闹事儿？出这干嘛呢？干活去，没你们事儿。国哥，咱别激动啊，有话咱好好说啊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东虎，我们来请你协助调查，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翻什么旧账啊，挖什么臭屁呀？关键是二东子这事儿对我教育太深刻了，可巧了，你看又是你们二位一块来找我，一个是坑了二东子的，一个是毙了二东子。你再说一句。得嘞，我惹不起二位行吗？你们说那什么耗子我真不认识。可是邱远强说了，他俩就是在你组的局上认识的。那我组的局也多了，
那朋友带朋友的来的人我也不全认识啊。你上回还说你不认识邱远强呢。董虎，我警告你啊。哎，别动不动就警告警告的，我又不是犯罪嫌疑人。是这样，徐警官，崔警官，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个什么耗子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重要，我如果知道他在哪儿我不告诉你们，那我是包庇罪。但是请二位放心，我董虎一向是遵纪守法，绝不违法犯罪，所以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至于其他信息，我有义务必须知道吗？我有权利忘了吧？去他个大脚趾头的，这老小子肯定认识耗子。你今天吃药了吗？忘了。你说，是因为你这个暴脾气导致的高血压呢，还是因为你这个高血压导致的暴脾气？你第一天认识我，我20多岁就这样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我觉得还得从他这儿打开缺口。这老小子没跟咱们说实话。不行，就让大喷子过来试试。哎。韩师傅，韩师傅，嚷嚷什么呀？哎，崔师傅和徐师傅呢？不知道。韩师傅，您慢点吃啊，我刚点了盘口条给您补补。小伙子啊，我劝你一句啊，多巴结巴结你们队长，甭在我们三个老家伙身上费劲。我是想跟您三位学东西，真东西，不是警校教的那些。不瞒您说啊，我原来是光听说不相信，但是今天我是真服了。什么是名题啊？著名提审预审专家。我说你们这说谁呢？啊？齐队好，齐队。哎，干嘛去？坐着，边吃边聊。啊？喂，你们田队叫你呢。哦，田队，我来了啊。齐队、潘师傅，你们慢吃啊。得。哎，坐。哎，小潘啊，你不是休病假呢吗？怎么又去925专组了？嗨，都赖这个崔铁军呢，非要在郭局面前点了名要我，我压根不想去，没辙呀。今天下午啊，我还请了病假到医院去看病，我跟医生都约好了。身体的问题还得重视，毕竟你也不年轻了。可不是嘛。一上了年纪，什么毛病都出来了，低血糖。邱远强交代什么新线索？啊？都是玩鸟的，在我这儿就别装大尾巴鹰了。你不是补充提讯了吗？没有啊，您听谁说的呀？您老审过的案子，我怎么可能去补审呢？补充提讯很正常。都是为工作呀，是不是？咱这个是业务交流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别有什么顾虑啊。谁造的谣啊？简直是岂有此理！肯定是这个崔铁军瞒着田队提审，完事了把事赖到我头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太过分了，这是。
里，我却知道目的。冲过黑暗，守一个黎明，然后掉头离去，给善良。